放在我们的记者会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这样子。可是如果大家个别有问题要再询问在台上，那我先说，就是因为我们明天不见得会审查，那如果有相关的审查或正式在排入议程的话，我相信我们都还会有再有其他的行动这样子。那就是这个时间点先跟大家说明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的讯息更加的传递出去，因为这个自定区的审查会分非常多不同的部分这样子，包含我们今天讲的是环境跟土地之间，那刚刚讲到农业啊、健康医疗产业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规范，都会有不同的 NGO 在做一些关心。好，那今天就先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你们在听什么？